回答第一个，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画的像的东西？所有学艺术的人的入手入门都是从这个开始，然后希望自己获得像这个画一样的技巧，来完成一种画的像的过程。第二个，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过渡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在100年前发生这么一场变革？抽象画究竟是一个难理解的还是不难理解的事情，或者说它还是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者说我们讨论的是它的依据是什么？有好的抽象画或者不好的抽象画吗？两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把这个画拿出来，这个画家现在从事当代艺术的人不太关心他的。其实这个画家在19世纪末的时候非常有名，在英国是英国贵族的宠儿。这张画的原作就在英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我去英国去过几次啊，这个去博物馆看了这张画。这也是萨金特这个美国画家，其实他是在法国长大，在意大利出生，在法国长大，在英国出名的一个美国籍的艺术家。他父母是美国人，他一直到了成名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因为客户的关系才回到美国，完成在美国的定件。他画的这些画在英国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这张画他当年画的时候是他代表作，画的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时尚女性，法国女性啊，也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演员。这张画画完以后还引起非议，引起争论，因为太性感了。但今天我们不会有这样认为啊，因为100年前，大家注意一下，这是1884年的事，太性感了。当时有舆论觉得这个女的好像太搔首弄姿啊，的确是，这种姿势的确在当时有挑战性啊。今天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所有学画画的人，所有普通的人不会说这张画不好。我在广州的画画的同学，到了美国的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商业画廊工作，他们的偶像就是这个萨金特。所以萨金特是所有中国啊，我的广州的画画的在美国获得商业成功的楷模。那么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不动人，如果今天我们认为他不动人，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教育，我们认为这个画好像偏俗了，或者等等等等，那是我们今天的看法。然后我就来讨论一下一个著名的艺术史家，英国的艺术史家叫贡布里希，他有一本书叫《艺术与错觉》，这是 Art and Illusion， 这本书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我读这本书可以说读了30年，从中文读到英文，从英文读到中文，反反复复的读，甚至我读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觉得贡布里希这个艺术史家的这一本艺术理论的书啊，这是一个西方艺术史学的基础著作。今天当然它不是前卫著作。我甚至读出什么状态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画画的。结果我这个观点在国内的美术理论界引起很多反对之声，说你怎么把一个伟大的理论解释那么简单。我说是真的，我说贡布里希讨论就是如何画画，或者说他想回答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只看画的像这个问题，然后才来追求栩栩如生啊，才来追求栩栩如生。其实贡布里希的著名的理论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看不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鸟，我们知道狗，我们知道猫，我们知道美丽的女性，我们知道英俊的英雄。而且他从照片，从艺术史，从绘画来，所以我们全看这些。一旦我们看的不是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明白。所以贡布里希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再现图画的心理学研究》，其实就是说想回答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画的像的东西，这有什么心理依据。那么正是在这本书里边，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画的作者，叫塞尚。在塞尚啊，他在这本书里说得很清楚，你看塞尚他怎么说呢？塞尚认为
构成自然的所有的物体都可以概括为几个几何形体，圆锥形、三角形等等等等。其实三藏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抽象概念。我去年在费城一个小的一个基金会美术馆看了大概有五六十件塞尚中晚年画的油画，大概有一半可能没画完。我非常理解他当时的状况。当时什么状况呢？当时他被认为没有才气。他的同学佐拉，法国著名的教授，法国著名的作家，终于写了一封信说，哎，我的这个可怜的固执的塞尚，他的确缺乏才气。然后塞尚非常愤怒的就跟这个佐拉断绝关系。但是佐拉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你跟有名的人断绝关系，他就只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怜，是吧？而不会反过来认为。那么我看塞尚的话，我一直在想当年的状况，的的确确对比起这张画，他是没才气，他怎么会有才气呢？我们凭什么会认为那个美丽的女性不比这张画要差呢？他究竟现在在干什么？我当时去年在费城看了四十多五十件塞尚的这个半完成作品，我深深感到塞尚很郁闷，他的确没有才气。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没有才气，他才成为一个英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这里说的这段话，你看，把世界看成是圆柱体、圆锥体、球体。那么公布里希把这些体都用了一个概念叫图式来概括，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画画的人画的是图式。而塞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塞尚反对印象派，他说印象派的那种瞬间光色变化没有意义，我们要回到博物馆的墙，因为博物馆的墙的话才是永恒的。所以画画不能画老变动的东西，我们要画不变的东西，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传统真正要的东西。所以他的呼吁我们要回到普桑，普桑是十七世纪法国的著名的古典主义的开创者，一个古典主义画家。他为什么回到普桑？他的话跟普桑毫无关系，其实他所描述的就是这句话，我要画不变的。那么什么是不变呢？构成这个自然事物的各种形状，它可以概括为几个基本的几何形，这一点是不变的，所以他在画几何形。这个画已经看出他的这个几何形的探讨了。但是几何形在西方非常重要，几何学在西方非常重要，甚至我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是现代，不仅是现代科学的传统，而且塑造了整个现代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方法论，和我们中国的方法论完全不一样。中国是另外一套方法，这里边方法论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是不同的一个取向。这里边就开始解释了，问题是我们仅仅解释为画画画几何形，那么我们画画还有意义吗？因为画画是精神的。所以公布里希才说，显然我们也不能够把结构看成是数学，必须把它看成是跟灵魂有关的东西。所以公布里希才说，灵魂在一瞬间就能够把握所有的几何关系。这里面就讨论到柏拉图啊，讨论到柏拉图。为什么讨论到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告诉我们听，这个世界的纷繁的现象在骗我们，我们要通过现象寻找本质。西方按照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描述，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方法，我们要追求一个本质，所有的现象都在骗我们。灵魂把握几何关系，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握所谓的本质的。然后就出这个康定斯基的话，这是灵魂，就不要，千万不要看成是简单的图案啊。当然我们能够看成灵魂，这也是我要求，如果你们看不出灵魂也很正常，只是我要告诉大家听，至少公布里刚康定斯基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的是几何形，他想的是灵魂，想的是精神。那么如果你这个晚上睡觉做梦梦见精神，第二天再看这个画和今天看一定不一样。当然我也可以说，你把这些看透了以后，你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图案拼贴也没错，两个说法都对。于是就比如涉及到
贡布里希刚刚说的一句话，所知与所见，我们能够强加一个精神解释给一个普通的话，它就变成神圣起来，或者说这个话本身就真的神圣呢？这是另外一个抽象画家，叫荷兰人蒙德里安，这个画更加的有意思，它是一个红黄蓝三原色和四方块四方形。我过去若干年在北美曾经跟我的儿子去，我有个习惯喜欢逛博物馆，到任何地方对我来讲第一件是逛博物馆，第二件是逛老市区，第三件是坐咖啡馆，第四件是绝对不去著名的景点。然后呢，这个去博物馆，我儿子跟我去了很多次博物馆，忽然有一次在美国华盛顿那个国家博物馆，忽然告诉我说，哎，我看懂这个蒙德里安了。我说看懂什么了？这里面是数学。而且他马上出现另外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说忽然发现所有写实画没意思，他现在照相也像蒙德里安，他忽然觉得这里面有数学。我说你怎么看的数学？这肯定是数学。这个解读也让我很好奇啊，后面再讲。康定斯基啊，康定斯基这个人其实是个优等生。我看了一下他传记啊，他其实早年学习很优秀，后来就读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法律和经济学，还获得博士。他是26岁就获得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还留校任教当了教授，所以他是个法学家。但是他太热爱艺术了，结果在30岁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不做教授，离开莫斯科大学，跑到德国慕尼黑，读了一个慕尼黑的 academy， 就是一个慕尼黑的艺术学院。这个在这个学院里边，其中一个重要的老师就这个画的画家，就这个画家 Stuck。 这个画在这个19世纪的所谓象征主义那套里边，他也很出名的。康定斯基跟的是这样的画，但他不感兴趣。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读了4年，完成了他学业，拿到了这个学位。也就是说，康定斯基是一个读书很优秀的人。当然真的热爱艺术，而且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长大的。他对这个画不感兴趣，他对什么画感兴趣呢？他对这个画感兴趣。上面是他的英文原文啊，这个英文原文他的解释是音乐，因为康定斯基另外一个爱好是大提琴演奏，也近乎专业水平，所以他的古典音乐修养非常好。所以他把这个把艺术看成是这样一个，首先是色彩，色彩是使康定斯基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也说得很清楚。你看，色彩就是情见啊，这个眼睛就是，好像这里医生垂直有点问题，但是他英文原文是垂直，但应该是意思。piano 里好小的那个敲击。对，这是我说，我现在找不到个中文，这个垂直好像不太对，就是一个敲击的，对，等于是手指敲击键的那个东西，噔噔噔噔，那个叫什么？不是，就是。在钢琴里头，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琴锤吗？OK， yeah， 谢谢啊，因为你们英文很好，我看那个画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个字不对，对，心灵是琴锤啊，对，琴锤，给了我一个词啊，而且这个还有很多各色敲击各色各样的弦是吧？艺术家是弹琴的手，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呼唤心灵的感应。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画放出来？是因为这个画是对康定斯基造成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人是蒙德里安，蒙德里安导师一开始学艺术，在荷兰人啊，导师一开始学艺术，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他的画画得很好，这个画其实从近来看也是非常好。然后我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时候，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印象主义运动，他是那里面的重要人物，他的风景画得非常抒情，在今天。中国很多画家自己的画写实油画的话，也不敢说这个画不好，是非常优秀的一种画。当然，他后来变成这样子，他开始讨论什么？讨论线的问题。这个画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张画。这个画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画，就是说他在讨论的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线的这种象征意义。这个画的是一个 evolution， 啊，这个 some
人生三部曲，但是他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可能的抽象意义。那么这个话对他，对摩内来讲是个关键性的话。这个话我觉得很好奇啊，我看了在英文解释，你们可以看得懂吗？把诺文英文写出来的，他把直线看的是男性，把斜线横线看的是女性，然后说这个话就是男女交合的一个宇宙世界。就是说这种看待究竟怎么根据怎么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承认他开始要把直线和横线做了一个情感化的一个解释，情感化的解释。我们知道这是他往后延伸的一个基础啊，这段话是他的关键时期。还有另外一个荷兰人，这个是个当时是个军人啊，杜斯伯格，他是跟摩内里安一起在做抽象艺术，而且这个人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整个设计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他跟摩内里安性格很相反，摩内里安比较内向，他比较活跃，比较外露，所以这两个人也混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混不好，两个人有段时间就断交了，但后来又慢慢好起来了。那么他也在走向这样的一个路子啊，你看这是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影院兼舞厅啊，用的是他的示范块的方法，好像我们说这个是摩内里安设计，你们可能也会相信，因为的确有摩内里安的因素，但这个不是摩内里安，这是杜斯伯格啊，这段话。那么杜斯伯格和摩内里安有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我也很好奇啊。摩内里安说，所有的抽象最重要的是直线和横线，杜斯伯格说 no， 斜线、弧线。然后就为这个事争论，我在想这个事没有错对，但这个争论很有意思。这个杜斯伯格说斜线弧线很重要，摩内里安说不，就是直线和横线。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分道扬镳啊，背后有性格原因，但是这至少是个争论的原因。所以这个是杜斯伯格的，而摩内里安后来其实也做了这样的话，做了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构图。但是为什么他会反对斜线？这不是有斜线吗？那这是最典型的杜斯伯格的，所以我把这话拿出来看，是想告诉大家听，这个直线、斜线、弧线、横线，一旦我们做了一个情感的解释，这个问题就开始纠缠不清。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话的时候会不会同意摩内里安的说法，直线是男性，横线是女性。如果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们就强烈反对，凭什么男的是直线？今天女的。你看欧盟里边有好多女的首相的是吧？丹麦的什么和什么好几个我记得，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说直线是女性的，横线是男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确做了这种解释啊。所以回到康定斯基，其实康定斯基一直在两个点上走，这段英文很重要啊。一方面。他受音乐的影响，瓦格纳的音乐在那个年代影响非常大啊，从康定斯基到希特勒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啊。那么他在瓦格纳的这个歌剧《龙恩格林》里面看出什么呢？看出一种抒情性的体验，就是说，也就是说，抒情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同时呢，他又把典型来看成是一种神性。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神智学的传统，就是说一种通灵论。康定斯基一方面在学人类学，在学法学，他同时他很喜欢考察，到俄罗斯的乡村考察东正教的各种教会的状况，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人类学的考察，对俄罗斯的神秘主义的这种民间传说很有兴趣，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神秘主义的一个背景，就像我们中国现在，中国的艺术家，我们一定要讲易经，讲八卦啊，一定要讲这些。比如说蔡国强，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在纽约，他就做的作品是草船借箭，到中国来说，他就做挪亚方舟啊，这个叫做在西方一旦卖中国，在中国一旦卖西方。如果蔡国强在西方做的挪亚方舟，别人根本不理你，神经病，挪亚方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叫做草船借箭，老外看到草船借箭也不什么意思。诸葛亮的故事是吧？所以这个康定斯基一直在两个点上，一方面抒情，一方面通灵，但一方面又回到非常理智的这个点线面，而源头就是塞尚，源头就是塞尚。
那塞尚其实话不多啊，塞尚这个人其实话不多，晚年最后才有所成功。当然他很幸运，他有一个好的父亲，所以他一辈子不用为经济犯愁。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所以他不用赚钱，所以他能够孜孜不倦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努力。但是呢，他大半生都很受非议，而且他为人又比较的固执和古怪，所以他朋友不多。一直到晚年才开始有所被公认。他去世的时候是1906年，那个时候已经获得了最后的名声，因为他被定义为现代艺术之父。为什么不是梵高，不是其他人，一定要是塞尚？我开始也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后来我试验时间长了以后，我才慢慢注意到，只有塞尚才是现代艺术之父，是因为他这句话就是这个世界的所有构造都可以概括为几何形。那么于是我们就从这个点就开始探索到西方的几何学传统就得意味着什么。因为梵高也好，高更也好，莫奈也好，都没有提供这么一个传统，只有塞尚提供。塞尚从来没想过他会达到这个结果，所以他成为艺术史之父，可能他自己也超出他的意料之外，啊，超出他的意料之外。但的确，所有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他。那么我们公认他画静物画的最好，其实塞尚很多风景画也很好。当我们越来越理解他的探索精神以后，我开始承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界或者中产阶级或者优雅人群的趣味在开始发生一种变化，人们开始讨厌优雅，讨厌优美，啊，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在塞尚的似乎很笨拙的探索中渐渐获得共鸣，渐渐获得共鸣。所以我们今天看塞尚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困难，因为我们已经被洗脑了，我们要觉得自拙的、蠢笨一点的，啊，不那么灵巧的更有意义。我们今天已经获得这样的概念，而不会认为那些很灵巧的，没有意义。今天我们已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洗脑，我们就获得这个看法了。但是呢，回头来，我还是认为塞尚的确是现代艺术之父，就是因为这个几何的问题。你看，他跟毕加索画的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这是立体主义 （Cubism） 可以说是20世纪初风靡欧洲的一个艺术运动。1905年到1910年间。西方所有的前卫画家不搞点几何学，基本上滚了一遍去，没你的戏。那个年代好像全部都是画马赛克。我到意大利，到这个奥地利，只要一看那个阶段，全是马赛克，满墙的马赛克，满墙马赛克，全部在搞分析立体主义，搞抽象立体主义。这 Cubism 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两段话的确是有关系，塞尚没有认为，但是毕加索的确是有关系啊。这也是个静物画，是毕加索画的，毕加索更加是名神奇的人物了。毕加索，但是毕加索，我们公认他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是从这张画开始。这张画现在就在纽约 MoMA 6楼展厅的一个墙上，啊，这个画画出来以后，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画商们都吓傻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毕加索之前的画，你画这个画不是把自己市场干掉了吗？但是我记得2005年英国艺术史家讨论20世纪最优秀的艺术，这张画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杜尚的小便池，这张画的第二名。这个画当然很多解释了，已经专门一本书和很多专业论文，我就不说了啊。但是这个被公认为是立体主义的最早的一张画，而其实毕加索从来不谈立体主义 ，Cubism 是你们的事。他后来又变到另外一地方去了，啊，这个变到另外一地方去了。但是这的确是一个走向综合立体主义的一个过渡的。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这个了，这个布拉克，两个人几乎同时搞立体主义，两个人同时都不讨论立体主义，他们根本不用这个词，而且两个人也在亲密的工作和亲密的吵架和最后分手，然后又后走在一起，的确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这个谁的话是谁的。立体主义也是造成了一种统一性，这个年代很多这种话我们无法辨认，反正都是画马赛克，但是它都来自于塞尚。为什么立体主义那么有名呢？是因为立体主义从塞尚的一切物体的构造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何形，发展出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就涉及到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透视的传统。就是说，他们认为二维平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焦点透视，而 Cubism 立体主义就想
破掉这个焦点，同时可以想象一个人同时在你的前边、后边、左边、上边、下边，但是他沉浸在皮面上，就一定是这样一个状态，一定是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他的确在把他的触角通过艺术的方式深入到西方的这个传统透视学传统，而透视是西方视觉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透视学是数学，不是画啊，它是一套成熟的数学体系。它在谁手上完成？它是在15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手上完成的啊。而真正的 Cubism 的这个立体主义的理论家是这个格莱兹，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这个活动很多啊，又是各种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所以他是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个哲学家，因为他写了这个《论立体主义》这本书，啊，《论立体主义》这本书啊，是格莱兹画的，啊，这个是布拉克画的，这个是毕加索画的啊，我都把这静物找出来。那么这个格莱兹就开始为立体主义寻找理论根据，他越是理论化，毕加索这种臭名人他就越不愿意谈。所有艺术家有一个特点，他一定要站在最前端，然后不能够认同任何流行的观念。格莱兹是一个活动家、政治家，所以他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阐释就是立体主义阐释。还有导致另外一个人就是法国的莱热，这是一个歌颂大工业、歌颂工业文明、歌颂机械化的一个人物。大家如果记得20世纪初的西方，比如说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是吧？其实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叫歌颂工业、歌颂速度。未来主义就是歌颂工业、歌颂速度的。我有一次在意大利，在那个博洛尼亚的那个小城市的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批未来主义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的东西。然后很惊讶的在那个博物馆的楼上看到了全世界唯一的墨索里尼博物，我才第一次看到墨索里尼时代的艺术啊，所有极权艺术一定是写实的，一定是反对这些东西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话题。那这是莱热啊，然后格莱斯告诉我们，平体立体主义怎么构成？是这样构成：一个平面怎么样体现出新的不同的维度？啊，新的不同的维度，这是他的一系列的理论描述中的其中一个描述，啊，其中一个描述。那么我把这个描述，我用另外一张图，这也是立体主义图，不对，这不是立体主义，这是数学图。这个数学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四维空间怎么呈现？这是个四维图，但是我们的画面是二维的，就是 dimension 一个横一个宽，对不对？那再加一个深度，三维，啊，这个是四维。四维怎么呈现在平面中？这就成型。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现在已经上网很方便了。你们可以看到5维、6维、7维、8维、9维、10维。四维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就讨论四维问题。它存在吗？它存在呀。但是它呈现平面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是立体主义，这是一个标准的数学图，四维图形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背后沉到了什么？沉到了一个真正的传统数学。而康定斯基他还面对一个重要的敌人，清高的俄罗斯人的艺术。这是康定斯基自己讲的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学英文要做翻译，翻译了康定斯基的回想录的一部分，就是他怎么画抽象画这一部分，这是我当年翻译的。那么先前我只知道写实主义艺术就是那些清高的俄罗斯人的艺术，他们是不是值得我们赞赏？的确是啊，这段话影响了中国可以说几代画家，甚至我们看这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知青的时候看这个画看傻掉了，这个画太伟大了。为什么？俄罗斯在你面前走过多么伟大，又是中国的所有的想成为伟大画家的这些我们现在知道的著名画家都有一个梦想，用一张画概括伟大的中国，就是伟大的俄罗斯。这里边还有很多故事啊，比如说这个劳动者哪个是这个老油条的，又烟斗的是老油条的，哪个是年轻人刚刚加入贫这个劳动大军非常不堪忍受，是吧？还有一个麻木的老头子，俄罗斯在你面前走过，于是中国就出现了黄河啊、黄河曲啊、黄河船夫曲啊，这种拉黄河啊、黄河上面全来自这里，全来自这里，就是宏大叙事啊。这种宏大叙事的确让我们觉得很清高啊。这个列宾
这个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终于看到一张列宾的油画，没有俄罗斯的地位。你们在 Google， 你们在那个维基百科查也没有多少俄罗斯的画。这个的确西方和俄罗斯还是有分离的，但是我那次在大都会博物馆，哎，列宾这个肖像出现在这里了，啊，那么对比起西方同时期的话，苏联油画比较粗壮，以前我们不意识到，看多了才知道，这列宾画的肖像画的确很动人，所有不懂的人看了这个画都会感动。而且当我们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画的是谁啊？俄罗斯著名的音乐家穆索斯基的肖像画。穆索斯基是俄罗斯，如果我们对音乐了解的话，是所谓俄罗斯民间音乐，也就是说西方古典交响乐进入俄罗斯，俄罗斯画的重要人物，是吧？四个音乐家之一。而且这个画画了什么？去世前一周。于是我们就可以读解出很多让我们感动的因素里，虽然一看脸色就是一个垂死的一个病相，医生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高血压就是尿毒症，不是尿毒症就是糖尿病，反正就是肯定有这么多病了，但是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所有人都读得懂，读懂以后人敢不敢动吗？这个画，列宾的著名的油画，这张画一般人也会感动。伊凡雷帝杀子描绘的是个真实事件，是吧？这个恐怖伊凡怀疑他的儿子篡夺皇位，一次暴怒之下跟儿子吵架，一个那个铜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飞过去把他儿子给打死，但是打死瞬间忽然之间把他儿子抱起来，因为毕竟是他儿子有血肉关系啊。于是列宾就把这么一个激烈冲突的瞬间表达出来，一方面政治利益离死我，一方面血肉关系不能取代，他是把这两个矛盾点放在一起。我没看过原著，我一直想去俄罗斯看原著，是因为从小看见画很熟悉，据说看过原著的人跟我描述说这个雪花的如何真实。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讲，你敢说这种话不好？所以列宾说的是，哎，康定斯基说的是对的，清高的俄罗斯人的艺术啊，清高的俄。但是康定斯基说对象正在消失，这是我翻译的一段，这个回想录里面的一段啊，这个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列宾的，不是列宾，莫奈的甘草堆。他一直被这个画的颜色感动，他觉得这里边甘草堆不重要，重要的是颜色关系。康定斯基甚至一直在有一个疑惑，每次画画画都很沮丧，为什么呢？他的画不如调色板好，他这个很精彩，但是调色板会成为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凭什么调色板会成为你的画呢？但是他的确的的确确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客观物正在消失。而康定斯基原来画的是这样的画，这个画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抽象画之前的代表作，骑马的是个穿蓝衣服的女性，他后来成立了清骑士集团，是吧？所以他对蓝色特别爱好。你看他这个时候画还是印象派的风格，康定斯基依然追求这个依然风格，但是忽然之间他变成这样子，但是这个仍然有物象存在啊，仍然有物象，是吧？然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段记录。回到工作室，忽然被墙上的一张画感动了，这张画什么都没有，只有灿烂的颜色，过去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一张画，不是他倒放了，倒放了以后就主题都看不清楚了吗？还有一个阳光刚好照过去，他觉得除了颜色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客观物没意义，客观物在影响我们，这是一个一性卷的灵感，在这种灵感之下他画出这张画，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抽象画，开始开始啊，这个抽象画就来了，他终于意识到调色板比他的画重要，他终于意识到他之所以没有走，没有走出去，是因为老在画物象，老在画物象。好，但是康定斯基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听了，他是个博士，他是个教授，他学的是法律，学的是经济学，他有很好的组织能力，而且他的人生很巧妙，他在德国学艺术，但是到了1917年俄罗斯革命以后他又跑回俄罗斯去了，跑回俄罗斯积极参加当时俄罗斯的革命，还受了重用，于是
还参与组建了莫斯科艺术博物馆，当了馆长，还跟当时的这个俄罗斯的构成主义有很多紧密的联系，但很快发生争论。发生争论就是因为他的抽象不被理解，为什么要画抽象？所有一定要画具象，他说不行，要画抽象，而且还跟另外一个当时俄罗斯存在的左派艺术运动产生更激烈的冲突，那个叫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拉普，就是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后来这个团体给斯大林强行解散。所以呢，这个康尼斯基在1920年列宁去世以后，他会跑，他就离开俄罗斯了，他很绝活啊。他离开德国回到俄罗斯，那还跟一战有关系，因为一战德国和俄罗斯是交战国，所以他德国待不下去。1924年列宁死了，斯大林筷子上来了，他又离开俄罗斯，又跑回德国，而且到跑回德国就被巴赫斯聘为教授，成为巴赫斯重要的一个教授。所以我们回想这个康尼斯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离开了革命的俄罗斯，又跑回，然后二战爆发前夕，他又跑到住到法国去了，最后在法国终老。啊，这么一个聪明的人，那么他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这种随手涂抹的画有什么根据？我画这个涂抹和儿童画涂抹有什么差别？我还跟小龙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把深圳大芬村的那种抽象的行货，再把一些不太知名的抽象艺术家的作品，再拿一批儿童涂抹放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一起，不要看你学不学养、背不背景，我们就看了全部名字没有，那我们再开始考哪张是行货，哪张是抽象艺术家的独立作品，哪张是儿童涂抹。哎，这个考验，我一直尝试想做这个实验，一直想看看究竟我们真的懂还是真的不懂，我不知道啊。但是康尼斯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什么他陷入苦恼。他创造抽象派以后，他是陷入很大的苦恼，所以他开始写作。他是个理论家，他开始在解释。那他这个是又回去了，又画了一下具象，是吧？又回去了，因为抽象具象怎么样才能成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吧？那么他最重要的就是写作了一本书，就《论艺术的精神》。这本书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个中文版本，翻译者是当时浙江美院版画系的学生扎利，扎利后来也没从事艺术，当时我们都很有名，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读了他怎么说之后，我们都在疯狂的理解康尼斯基，因为我们也看不懂。我最早看康尼斯基看傻掉了，他凭什么是个大画家呢？我们不是要看俄罗斯的绘画吗？你看俄罗斯在那边面前走过，我们不是要画伟大的作品？中国在那边的走过吗？这也是抗议，中国一抗议，很多艺术家就来了啊！这个英雄的这个医护人员，这个虽然这个还戴着口罩，两眼精神有神的这个英雄一样，是吧？我们要画出疫情中国，中国加油！一刷在想这鬼东西啊，是吧？那怎么会？这怎么会想这种纯形式的东西呢？所以龚布里希也要想这个问题，所以他必须论证这种抽象的因素和精神的关系。而且康尼斯基还受聘于巴赫斯学院，而巴赫斯学院是整个西方，不止西方，包括今天中国在内的所有艺术教育的原点起源。而这个起源最重要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艺术基础课程。这个课程由一个拜火教的神秘主义者纳吉创立，但是真正把这个教学变成体系的就是康尼斯基和一个德国画家柯利。那么他当时要解释这个问题，点线面如何和精神性结合，所以他写的这个啊。那么他通灵学开始产生作用，神智学、通灵学、神秘主义，所以艺术家一定要成为神秘主义者，不能成为科学主义者。艺术家成为科学主义者，那还不如搞科学去啊！不管你真的假的，反正很神秘，你神秘10次，大家都相信你是真的。像我这样只神秘1次，你们相信我是假的啊！你每天一定要做这个神秘的姿态啊，一定要非常深刻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艺术家很多时候是表演家啊，一定要表演，要把表演进行到底，进行到快死的时候，我们终于认为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是吧？包括那个毕加索也是表演了一辈子。所以毕加索，反正我做过一段时间毕加索的这个检索，我觉得毕加索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非常非常怪的人。所以我写了一篇很奇怪的文章，叫《毕加索之谜》。这毕加索这个人讲不清楚，在他这个艺术的精神性里边，康尼斯基要论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这个问题啊。我把这个前面拿出来给大家看，他想论证的就这个问题。我要往回倒了。
不对，这个问题，就他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一定要跟写实抗衡。这个话他非常著名，就一个三角形的尖角和一个圆圈接触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米开朗基罗所画的上帝的手指接触亚当的手指。米开朗基罗何等人也，工作狂，活了80多岁，同性恋者，而且这个生活拉呱啊，这个是个有很好的工作团队，有一个开了一个大理石的工作坊。当他去世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历史材料，其中一个事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去世的时候是整个佛罗伦萨地区，整个意大利地区，是不是欧洲我不知道啊，最富有的艺术家，不是很多钱，他做很多活。然后他到罗马去找罗马教皇，就是想接活，结果罗马教皇给他画天顶画。这个天顶画不是他想画的，他想做雕塑，但是他不能放弃这个活，因为他不能得罪罗马教皇，所以他就用画了这个天顶画，西斯廷天顶画，就画了这个西斯廷的天顶画，画了4年。很多很多艺术史家在探讨这个4年怎么画的啊，还有人模仿他。我看那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这个学者很有意思，一个画家，他要完全用米开朗基罗的方法画一次，要把米开朗基罗这个事情重建一次，怎么样盖架子？他究竟是这样画画呢，还是躺着画画呢？有很多传说，说米开朗基罗画了4年以后这样看，这样看，你想想看，一个人这样4年，这样你的颈椎可能坏掉了。说到这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谜啊。但不管怎么样，他这个画还是很惊人，成了一个世界名作。其中一个最惊人的就是这个故事，因为按照圣经，故事很简单呢、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们看圣经，看看旧约嘛，上帝创造世界6天嘛，是吧？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土地，就有了土地。然后上帝用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亚当，在亚当的肋骨里边拿了一根出来，变成了夏娃。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造物，但是变成视觉怎么表达呢？上面说要有光就有光，文字很简单，但你变成视觉，所以这个米开朗基罗很天才啊，他居然能够把这个创造变成触电，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发生。为什么电在西方发明？我觉得很好奇，触电，就像生命就像一个电流一样，嘣！15世纪他就知道触电。这个形象一旦化成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上帝创造人有了一个形象依据，所有形象都离不开这个形象，就是上帝创造，这太有名了。而康定斯基提醒我们，凭什么这个形象会比那个三角形和圆形相交会弱？但是三角形和圆形相交弱不弱？当然有弱的地方了。我给你们看看这个最早的啊，这没有力量，当然有力量了。这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12面体的画法。这个画法，这边是平面，这边是立体。你当然说它没有情感力量吗？但欧几里得是几何学家，是吧？你看，我把欧几里得搬出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欧几里得最早的这个几何原本的这个残片。我看了一下那个西方这个数学这个历史，欧几里得历史，我才惊讶发现欧几里得存不存在其实是个疑问，因为关于他的历史知道很少，所以很多人相信可能是个笔名。而且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一个汇集，是古希腊数学的一个汇集，有它才有阿基米德。但是毫无疑问，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基础，或者说它是一种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来自于这么一个，就是首先寻找公理原理论，然后再经常推导出所有的现象世界。这个公理是什么意思啊？不用再讨论，它是最原始的。在这5条公理基础上，我们可以建构我们的万千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我一直认为，原来以为是数学，后来我才发现它不只是数学，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中国有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没有。这个我也是研究了很多年，我说没有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能说好坏啊，不能说有就好，没有就把千万不要，你们千万不要做一种好坏判断。我说的是不同传统的确有不同传统的特点，啊，不同传统的特点。中国的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形而上的想象，通俗一点就是阴阳八卦。
中国人也很，我觉得也很厉害，周易啊也很厉害啊，这个创造了这个阴阳两个符号，阴和阳，乾和坤，对不对？然后这个两个符号组成八个符号，八个符号多个圈变成64卦，64卦可以统治全中国全世界。现在所有周易学家这个掰着手指跟你算数，你说中国没有数学吗？有啊，你看八卦是很神奇啊，八卦就是二进位制啊，是吧？一横是阴阳，两短是阴是吧？是阴，然后一个乾一个坤是吧？有上有下，有天有地，有男有女，有左有右，有变化有静止，很厉害啊。所以曾经有些易学家告诉我们听，二进位制谁发明了？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二进位制是什么？二进位制是数计算机语言呢、今天我们的计算机语言就是二进位制啊，零和一啊。但是在数学史上我们知道，二进位制是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有史料证明莱布尼茨接触过八卦图。所以周易学家很高兴，因为我们的中国的伟大的传统的很多辩护者，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有的我们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有，二进位制凭什么你老外发明，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你来不及是偷我们的，所以搞成知识产权，首先外国人偷中国人，知识产权最早的盗窃者是西方人，是啊，是有这个一个论文呢、这个二进位制是莱布尼兹发明，莱布尼兹发明的，他是因为偷了中国的周易参同契里面的八卦图，对不对？好像也对啊，莱布尼兹发明二进位制有什么用呢？谁知道有什么用？没用的，很长时间没用的。数学有个特点，就很多发明出来的一个体系没用的。莱布尼兹，17世纪的莱布尼兹，怎么能想到1946年麻省理工第一台计算机的四则运算的那个计算机语言是二进位制呢？他怎么想到呢？所以他创造一套体系，就是一个欧几里得的概念，这套体系很完备。所以欧几里得这个数学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公理，公理是不用讨论的，比如说什么叫平行线，两线永不相交谓之平行线，要讨论吗？其实现代数学就从这一点开始突破了，这是假设，不是真的。比如说以点为圆心，以点为半径就是一个圆，比如说什么叫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是两个圆相交，然后把三个点连在一起，等边三角形有什么用啊？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听，这观点是错，我刚刚说的周易那个观点是错的，二进位制还是要由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而不可能由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家发明。这里面涉及到背景，就是数学。中国传统既然没有数学理论，任何一个周易家，如果他不管如何的高超，如何的伟大，如何的有能力，他绝对不可能把阴阳八卦看成是二进位制。只有数学家莱布尼兹才会把这个阴阳八卦看成是二进位制，直到数学进入中国，我们也知道这一套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哦，这叫二进位制。我专门写过文章，我说二进位制不可能中国古人发明，只能够由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因为这不符，这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准则，这个准则就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提出的准则，先有理论后有观察，理论就是数学，先有数学以及数学所代表的这一套自洽的系统，才有二进位制。因为西方这一方面的事情出现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二进位制会成为计算机语言，二进位制还不仅成为计算机语言，还成为信息学的基础。1948年，著名美国传播学家香农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写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建立了信息学，提出信息学的基础是比特，于是我们就有了可以计量的信息学，于是我们就有了数字录音，把模拟录音有电流变化和声音频道变化相结合的这种模拟录音变成点阵式录音，这叫数字录音啊。有了数字录音，有了数字录音才有什么？才有数码成像啊，才有我们这一套东西啊。背后用的什么？二进位制。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用的是什么数学语言？他用的不是欧几里得，用的是非欧几何，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西方这个几何学传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传统跟啊，我把这个放在这里，而米开朗基罗他本身是个工匠，是个建筑师，是个画家啊，是个画家，这是他的这个天理画里面他画的这个，把这个解释成这个样子，太有名太传统了。而康定斯基想破这个东西，想告诉我们听，告诉我们听，为什么一个圆形和一个三角形相交会有情感啊，会有情感状态。那么他的一系列解释就在这样开始了。你看啊，这个内在因素制约外在因素，所以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艺术家是先知啊。他一直在讲这个事，精神生活可以用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三角形缓慢的不为人觉察的向前和向上运动，三角形顶端站了一个人，他是艺术家，他要赋予几何形以情感以解释，艺术家也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定要首先成为一个成功的自己一定要自我相信的神秘主义者，千万不要成为科学主义者，你要成为科学主义者你别当艺术家，没门了啊！至少在现实上你一定要如此啊，一定要如此。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提供了非常多的神秘的东西，所以蔡国强一定要在海外做草船借箭啊，绝对不能做，绝不能做挪亚方舟。这个艺术很有意思啊，这个，所以康定斯基的解释一直解释很清楚啊。精神的摩西正在走来，精神的摩西正在走来。其实我看了一下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性和他的点线面等等，让康定斯基解释能够自成体系的最重要的背景其实不是绘画，是音乐。因为康定斯基音乐素养很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一直在迷恋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作曲家能够通过有限的曲式就能够创造出那么丰富的交响乐？因为交响乐很重要，西方交响乐很重要。我是个交响乐迷啊，我甚至在广州跟一个在澳洲英国学习音乐的指挥家聊天，他很认真告诉我说，中国有音乐没有音乐文化。我说你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音乐文化？我说你知道什么叫音乐文化？中国有音乐没有音乐文化？什么叫音乐文化？音乐文化就是和声法还有配器配乐。中国的乐器一个乐器一个声音，我们很难想象琵琶和古筝怎么配合，古筝和二胡怎么配合，二胡和当我们今天可以配合，所以我们也学了西方的配乐法。中国的确没有和声法，西方有和声法，和声法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研究数词。但是康定斯基真的是想这样做，他希望把所有艺术的形式因素、点线面和颜色关系变成基本的内容，然后后世画家就可以用这些内容互相配合，就可以画出他们所需要的情感绘画。这是康定斯基的解释，这个解释结果如何？结果也没成功，因为抽象画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抽象画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而这个解释呢，在当时西方是有传统的，就我刚刚说过的那个八号室的那个纳吉，那个拜火教的一个年轻教师，我们所说的初级课程就是他建立的。他每次上课之前要做拜火教活动，中间点把火，所有学生必须穿得稀奇古怪，不能穿正规衣服，然后就做半天，做的神灵魂出窍了，整个进入状态了，他才告诉大家听，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形，最基本的就是圆形、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四方形。构成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色彩就是红、黄、蓝。好，你们用的六个因素重新创造世界。于是学生们在拜火教的这种狂迷的推动下，就开始画出各种各样的充满世界真理和终极现象的图画。当然他这个做法做得太过分了，就受到了一个人的排斥，这个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杜斯伯格。他说去掉所有表现主义的幻想，艺术就是冷峻的，就是计算出来的，就是斜线各种形状，所有表现主义都是一种危害。而纳粹的这种拜火教的做法也把他们的校长格罗皮乌斯搞得很狼狈，
所以格罗皮乌是非常巧妙的让他辞职的。你不如全力以赴投入拜火教，你别再搞教学，这个对你有影响。纳吉说啊，对，我正在想去做拜火教，然后他就失踪了。然后这个课程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代替，谁啊？康定斯基代替了。康定斯基就必须把自己的平衡点放在情感、神秘和可解释的这种几何关系上，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词叫构成 construction， 构成。这一点显然又跟俄罗斯的构成主义有密切关系，因为俄罗斯虽然反对他的那个最早的构成主义的重要人物马列维奇，最后也走向抽象，他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四方格子。别人问他为什么你画这个四方格子，他说我是至上主义，我当年翻译过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宣言，他说上帝创造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个四方格子，然后我们把它变得很复杂，所以他的话就是一个四方格子，就是一个白布，什么都没有。都有这个背景在做解释。那么至少康定斯基要努力使这种构成变得有意义，也形成了今天的整个艺术教育的状况，现在形成整个艺术教育的状况。他要不断地用各种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摩西，隐形的摩西从山上走下来，围绕着金牛翩翩起舞。金牛传说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摩西跟耶和华有约去见耶和华，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回来，犹太长老们说摩西不要我们了，上帝抛弃我们了，我们还是喜欢作乐吧，就把众人的金银首饰全部收集起来，做了一条金牛，然后大家围着金牛吃喝玩乐。然后摩西非常愤怒地回来，看到他的子民们堕落，然后给他们十诫，这就是这个情节。米开朗基罗画的这个摩西就是非常愤怒的，他的子民在堕落，然后手里拿了书叫十诫，不许奸淫，不许杀人，不许什么什么，画的这个情节。所以说金牛的传说在西方的隐喻里面就是拜物教，而拜物教是所有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能，包括我在内，包括你们在内，每个人都有一些奇怪的爱好啊。所以拜物教就是会迷恋某一些东西，每个人慢慢思索起来都会有。比如说我喜欢看战争片，而且百看不厌，气质很糟糕的战争片也百看不厌，这是一种迷恋啊。其实一到战场我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第一个逃跑，是吧？每个人都有。所以金牛的传说或者拜物教是讨论视觉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我们的拜物教，而摩西要去到的是拜物教。所以一神教最重要的叫去除偶像崇拜，但他却创造了这样的形象。所以我就发现偶像和圣像在滑，由偶像变成圣像，圣像变成偶像，偶像变成圣像。而且这个照片，这个摩西的这个雕像还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家的关注，这个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看了这个雕像看了很久，得出结论，米开朗基罗是同性恋者，他有强烈的恋母情节。他说这个雕塑看出来的，你们看不看得出来？那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看不出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手，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手没有？女性的这个温暖的小手指，就这样。他说，弗洛伊德说，摩西这个胡子拿过来，为什么手那么优美呢？这透露了他的恋母情节。恋母情节意味着米开朗基罗是同性恋者，米开朗基罗的确是同性恋者。他年老的时候爱了一个年轻公子，还很自己很谦卑的向他讨好啊，那个英俊的男孩成了他的狂恋对象，这个都是历史学载得很清楚的，是吧？结果，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样的一个作品，米开朗基罗怎么想到后人会看出同性恋呢？那么弗洛伊德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不知道。弗洛伊德有两个著名解释，一个是解释这个雕像，从这个优美的手指看出米开朗基罗的同性恋倾向。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他得出一个解释，是所有男人内心的深处的理想，就是把父亲杀掉，把母亲娶过来。但是这个情节就是这个啊，金牛传说的情节。那么，当我描述这样的故事以后，你们会对这个雕塑有很深入的概念。当我描述音乐以后，你们对这个图会不会有印象呢？这是后来的康定斯基的走向，因为他后来既要防止涂抹，使他的概念要有
道理，他就一直画点线面，他就是点线面组合，他刚好跟蒙德里安构成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艺术是一个通俗解释，这康定斯基是热抽象，蒙德里安是冷抽象。所以冷抽象就是数学，就全部是刚刚那个四方块的数学。热抽象是变化多端，而最讨厌抽象的是谁？尤其冷抽象是谁啊？毕加索。毕加索说：“我最讨厌蒙德里安，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热情，搞什么蒙德里安的冷抽象？我们要呼唤热情，我们要呼唤梵高。就是蒙”这是毕加索。但毕加索自己活得很开心，活了80多岁，青春不断。他才不会像梵高那么凄惨的，是吧？所以，康定斯基的解释一直在往一个情感方面去解释。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的灵魂，不再是物质啊。形式是内在含义的外观，这些我都不读了啊。这因为今天这些都是一些，不是说很新鲜的一些概念，都是当年康定斯基的解释啊。他画，暖色逼近观众，冷色离开观众向后退缩，是吧？红色代表危险，这个绿色代表平和，蓝色代表忧郁。但是问题是，所有的颜色都可以做双重解释。你说蓝色代表忧郁，我说蓝色代表晦暗；你说蓝色代表死亡，我说蓝色代表抒情，没错。你说红色代表危险，我说红色代表热烈，热烈而不危险呢？为什么只有你说才是危险呢？所以我们发现，所有的形和色都可以做完全对立的两种情感解释。重要的不是解释正不正确，重要的是这个解释为什么能够产生。这就是这个产生的背后，我不得不说啊，这里面它的解释，你看，黄色和蓝色的象征力量和摆正作用，蓝色是典型的天空颜色，黄色变得刺眼啊，这都是它的解释啊。公布里希提醒我们啊，颜色的象征是一种人为的描述。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所有的解释都不能完全信以为真，我们还不如了解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比这些夸夸其谈的美学词汇更重要。所以这个时候，贡布里希又成了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不断提醒我们很多解释我们要注意。那这是这个放弃用模特，否定三定空间啊。那贡布里希一直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图案有兴趣，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以后有兴趣我可以讲到一个课题，就是再现性图像和装饰性图案的转换关系。我们凭什么会认为图案本身具有象征作用，或者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课题，那个课题也涉及到另外一些历史内容。但是毫无疑问，再现性图像或者写实图像之所以感动我们，还不完全是一个本能，它仍然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个社会意义就是一般人能够看懂具象，而也就意味着通过具象来达到某种目标是最容易的。所以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一个高层会议，因为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有过一个扫除偶像的运动，把所有希腊罗马的遗书全部干掉，把所有古希腊著作全部干掉了。如果没有13世纪的重新翻译，从阿拉伯文古希腊文重新翻译希腊著作，西方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柏拉图，什么叫苏格拉底。如果当时没有考古，还不知道有古希腊雕塑，以至于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雕塑是高贵的单纯和寂寞的伟大。而艺术史家经过考古发现，古希腊雕塑全部上肉色，眼睛全部看眼珠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种高贵的单纯和寂寞的伟大并不是古希腊的追求，并不是古希腊的追求。但是背后再现性图像通过刚刚说的基督教的7世纪的一个会议，当时的格里高利教皇重新规定按照圣经教义所描绘的形象和经卷文字一样具有同等的力量，于是偶像就转变成圣像，就有了规定，我们就有了大量的宗教绘画，从基督教到佛教。
于是我们就发现偶像和圣像是一个转换，破除偶像重建圣像。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圣像可以成为偶像。如果你们了解十五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对象就是天主教的那种偶像，因为太繁复太复杂。所以我们今天看教堂，朴素的教堂就是基督教新教，稍微有个形象的一定是天主教。也就意味着新教，马丁路德改教的新教也包含了一个反偶像的倾向。所以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十六世纪的荷兰就出现过很有意思的反偶像运动，把教堂中间的画像去掉，变成摩西的十诫文字。也因为这个原因，现代交响乐发展起来。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交响乐要在北欧发，要在德国德语地区发展。海顿、巴赫、海顿到后来都在新教的领域发展，再回到拉丁天主教的传统区域，这里面都跟宗教有关系。这意味着声音和形象一样，也是跟信仰有密切关系。它怎么滑向偶像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都仍然值得讨论啊，仍然值得讨论。我可以给大家明确说，所有国家艺术、所有集权艺术一定是写实的。你们有机会去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左右有两个著名的纪念碑，对不对？从纪念堂看过，从林肯纪念堂看过去，左边是什么？著名的越战纪念碑，右边是著名的韩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是写实雕塑，士兵在那里啊走，对不对？好，你们看看左边那个越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是著名的设计家、建筑家林英，他当时是哈佛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生，他的方案得奖了。美国真厉害，美国是信心专家，得奖了以后，但是美国专家、美国军方反对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根本不能告诉我们美国的军人英雄。美国军方看中什么雕塑啊？你们去了现场看，旁边有个雕塑，三个人扶着，这是个写实雕塑，这是美国军方要的雕塑。后来妥协的是采用了林英的方案，那个黑色墙，同时要把美国军方喜欢的雕塑放在这里。所以所有国家艺术一定是写实主义艺术，为什么？这跟艺术没关系，这是政治原因。就像我去韩国看韩国战争纪念馆一样的写实主义艺术。所以极权主义艺术一定是写实主义艺术，而且高度一样，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萨达姆到金正恩一样的。所以写实和不写实背后的原因不是艺术。然后就一种纯粹结构出现了，而纯粹结构在西方能够出现，你看对几何形式出现的色彩完全抽象的应用，纯粹同样化，这是公布里希说的。那么它的背景在西方能够成立，就是因为我在一再说的几何学传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从思想方法上居然根源于一个数学的传统。这说明什么？说明数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一点区别于东方思想，区别于中国思想。中国是另外一套思想啊，从文化角度来讲非常有意思。中国另外一套，这样一对比起来，中国另一套也有它的特点，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欧几里得两大，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从圆圈想象球形，那这个是三角形的画法。三角形，一个三角形意味着两个圆形，那么首先要设定以一点为圆心，以一点为半径的两个圆形。那这是它5个公理。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对数学史有所了解的话，而十九世纪的数学就是从突破平行线原理开始，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就不讲了。那这是那个十二面体的画法，公理系统啊。所以这个西方的这个艺术由此而产生，它就区别于传统艺术。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自画像，这是那个西斯廷天女画的最后的审判。最后审判这有个布啊，这个布是教皇不喜欢裸体上帝，所以命令一个拙劣画家拿块布画上去。这个画家留下名字，他的唯一作品就是这块布。罗布朗很悲剧，米开朗基罗很悲剧啊，把自己换成这个是那个彼得巡教是被人扒皮，所以他拿了一张自己的皮，但皮里面却是米开朗基罗的自画像。
这说明他们那个写诗背后有一个悲剧情节在里面。这种情节在这样的艺术里面它是不存在，这个艺术是现代艺术。那么这个艺术跟几何学传统有关系，几何学传统跟数学有关系，根源于西方的整个传统当中，但是它的蔓延也碰到很多问题，所以艺术在不断变化。康定斯基之后出现几代抽象画家，当我们了解这些呢，这个同时出现的这个，为什么放这个，我是告诉大家听，其实普通人还是喜欢这些画，老板就喜欢这些画，中产阶级喜欢这些画。这个很有名，这个莫尔，当时这个著名的这个学院派画家，他的画昂贵无比。今天很多印象派的画藏在美国，藏在俄罗斯，为什么？美国的土豪们、俄罗斯的贵族们跑到欧洲藏画，藏不起这些人的画。他们发现那个印象派的画太便宜了，大量买过来。所以你们有兴趣到那个洛杉矶艺术博物馆，那里是最重要的印象派的展览地，很多著名的印象派画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跑到美国去啊？就是因为当时在法国他不出名。那今天艺术史完全不谈这些学院派画家。我看了一下，像莫尔这种人，这其实当时非常非常的有名，太讨人喜欢了。为什么后来西方人不画美女的？美女画完了已经，画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现在画美女超过他吗？我认为不超过他。所以我很同意中国油画家靳尚谊的判断，呀，我们的写实主义油画不行，卖钱卖的可以，都是给炒的。然后告诉大家听一个写实的模式怎么发展的，这是那个十六世纪那个恰尔乔内的一个躺着维纳斯，然后就到了提香，然后到了那个戈雅在西班牙，保守的西班牙偷偷画了一个唯一的裸体画，是吧，裸体的巴哈，然后到安格尔那个画，他承认他那个脊椎骨画长，他说有变形成分在里边，他有变形成分在里边。然后有这个卡班内尔，也是在十九世纪的著名的这个学院派画家，这个画也是非常受欢迎，非常昂贵，都是博物馆收藏的。但是今天艺术史不谈他们，基本上艺术史不谈他们的，这段话被痛骂。当我们了解前面画的时候，我们想，我在一直在想这个画为什么被痛骂，因为今天我们遇到艺术史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追踪作品的原初状态。这个画今天我们不会痛骂，因为他画得很好。为什么当时会痛骂呢？哦，原来我们要熟悉这样的背景。的确，跟这样的背景比起来，这个莫奈太浅薄了，这个马奈太浅薄了，像广告画法，没有深度。我们今天终于认为，艺术史告诉我们听，取消深度是那个时候的追求。所以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取消具象就是那个时候的追求。你看，这个莱顿、莫尔、卡巴列尔，这些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院派画家，今天艺术史基本上不谈他们，不谈他们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对的。有人说不对，艺术史这个太偏见了，但是我越看艺术史看得越多，我越觉得对，我也看见人的话，我也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还是对的。这个我还是同意这样的一个写法，同意这样一个写法，因为时代变成这样一个状态，这个背后有一个什么呢？数学不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还提供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就是艺术是追求真理的。那么什么是终极真理呢？欧几德几何学告诉我们听，公理，在公理基础上建立定理就是真理。真理是不用推翻的，真理是不需要讨论的，真理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我们恰恰在今天，全人类为了不同的真理互相厮杀，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可怕的战争，是吧？这里边就解释交响乐啊，从音乐上来解释，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我不知道，我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边，是否把我刚刚所说的开始的两个问题说清楚？第一个，人们为什么喜欢看写实的画？所有画画的人都要从写实开始。第二个，康定斯基的这个抽象画的发展，把具象去掉，它的道理在哪里？它既有个人道理，也有根源于西方的数学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两个背景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变异。变异一旦出现，不会往回走，人类历史特别是艺术史它不会往回走，所以艺术史就开始改观，它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才能够可能理解艺术家的努力，就像这个
新的艺术家一样，八零后的艺术家是吧？他告诉我们听，他背后用的是计算机编程，是吧？计算机编程经过编程以后出现的形状，然后再把这个形状描摹下来，然后从蛋清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去画，画法是传统的 ，Camera 是传统画法，但是它的形式计算机出来的，为什么？就是要去掉任何个人的想象和个人的偶然性，而这里边根源于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波基里德的数学传统。什么叫数学？罗素，哲学家罗素有个重要定义：数学必须有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逻辑性，第二个假定性，第三个抽象性。罗素告诉我们听，一种真正探索真理的语言必须是公共的语言。所有语言里边没有一种语言超得过数学，因为所有语言都有个人经验，都有民族经验，都有传统经验。只有数学，它是逻辑性、抽象性和假定性，这三个它才能成为抽象语言。所以，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运动背后起作用的却是很有意思的数学。当然，我说这样还是说的简单，准确一点是起源于、发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的物理学革命。物理学革命使整个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所有的文明都要根源于这个物理学革命。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而物理学的实验不但告诉我们听，我们所看到的现象都是假的。物理学总是得出一些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概念。最后我就以这个来结束。比如说，你们看到报纸说哈勃望远镜或者中国贵州的天眼终于看到了一颗距离我们151光年远的恒星，你们不要兴奋，这句话表述是错误的，因为按照物理学的准确说法是，我们这个哈勃望远镜或者我们这个天眼终于接收到了远隔至151光年以外的那个光，我们终于接收到了。在我们接收到这个光的同时，那个恒星发生什么变化不知道，我们必须再等151光年之后才知道。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听，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离的。这里面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物理学的基本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则，叫同时性不能被观测。由于同时性不能被观测，我们准确说是接收到一个遥远的光，但是我们接收这个光的同时，那个发生的变化不知道。好，谢谢大家。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刚才听到的，或者是也许不是刚才听到发散出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杨老师？啊，谢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信息量很大，学到很多新东西。谢谢。然后也能印证一些以前就想到的东西。就是您刚才说，就是咱古希腊开始有这个欧几里得的这个几何原本，他说是形论了，是他们一种看世界的一些方法。他已经这么早之前就有这个东西了，那说为什么就是咱们就是他们以前这个写实画派的这些人发展了那么久，然后突然在就是100年前左右突然有了这个新的抽象艺术的这些想法和表现方法，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啊产生了这个艺术形式？说有什么历史原因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彩啊，好像也不能一句话回答，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可能值得参考的事实啊。首先我们要理解啊，整个写实主义绘画在欧洲，我所知道的写实主义绘画，它的背后是宗教。那么宗教之前是古希腊，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最基本的传达意义的方法是讲故事。所以我有另外一个讲的，就是西方艺术中的叙事传统。要讲故事，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长期以来人们都生活在某种故事氛围里面，画家们都在画故事，比如说最后的晚餐，他就可以不断的画，但是不断的解释。古希腊里面的神话也是不断的，但是呢，每个艺术家故事背景下他们在不断解释，这样的一种诉求一定是要写实。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确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发生变化，工业化在改变我们的很多观念，比如说被改变的最重要的观念，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啊，我们已经不会意识到，因为我们已经被改变过来了。比如说时间观念，
传统农业社会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业化，我们进城，我们就有上班概念，我们八点钟上班，四点钟下班，我们有了夜生活概念，十二点泡吧，两点钟大排档喝啤酒。农业社会有没有？没有。这个时间概念你千万不要小看，就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的时间概念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观感。另外一个我刚说的物理学的发展极其惊人，惊人的在于什么地方呢？惊人在于所有我们看到的表象原来都是错的。这个里面涉及到这几种夹杂起来工业，所以总体上还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的结果，那么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内容，然后我们的整个观念在逐步被改变，我们不可能再生活在故事里面，除非有暴力，除非宣传，否则我们干嘛还生活在故事里面？我们一定不能生活在传统故事里面。那我继续问了。谢，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问得很专业，谢谢。就是再问一个也不算问题吧，就是这个想法不知道是对不对，就是说咱们中国那个古代的，就算是咱们说是哲学吧，然后咱们的哲学更是倾向于社会关系问题，就是那些老子啊孔子那些都是讨论社会关系的，但是西方这有个自己的历史原因嘛，然后但是咱们比如说古代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也好或者是艺术也好，也是说有就是倾向于这个微言大义，其实如果要大致上描述的话也是可能有抽象的趋势，然后但是咱们就没有发展成像西方这样的抽象方法，是不是大概也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没有像那种集合，就是看世界的方法是不一样，所以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不过呢，这个你这个问题第二个提醒很好，我再强调一次啊，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就是说我一直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文化无高低，就千万不要当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认为我西方文化很厉害，中国文化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就说中国文化其实也非常伟大，我是个旧学的爱好者，是吧？那么，但是我只能说，中国文化是另外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其实也很精彩，也很迷人，也很迷人。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孔子啊，孔子有三句话很重要，在《论语》里面呢。第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未知生焉知死，生还没有搞清楚，你搞什么死呢？是未知生焉知死，那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孔子要导致第二个结果：子不与怪力乱神。孔子不讨论怪，不讨论力，不讨论神，怪力乱神是吧？乱不讨论这四个东西。于是别人问孔子：那我们祭神怎么办？你既然不说这个东西，祭神干嘛？孔子说：哎呀，祭神如神在。你拜祭的时候就当它存在就够了，你干嘛问它干嘛呢？再问下去，孔子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出来了，叫做什么？叫做万物生焉，世时兴焉，天何言哉？换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万物生长枯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四季不断轮换，天都不说话，你问个什么东西啊？你问来干嘛？但是西方恰恰在问一个问题，西方恰恰在问天。比如说西方有一个问题，中国人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很简单，什么是光？中国传统思维和中国人不会问什么是光，但我发现光是西方科学的核心。什么是光？什么是光？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牛顿通过三棱镜实验。1905年，27岁的爱因斯坦写他第一篇论文，就是解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他们是一体的，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光量子。而光量子这个扩展这个概念是谁提的？1900年，普朗克提出来，47岁的普朗克提出来。这都是问光的结果。什么是光？孔子说光，天有什么好问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我只能说任何民族或者传统的思想都的确根植于它的地理、它的气候，以及在这个地理气候上所生存的人们的现实需要。
我不能说西方论光就很好，中国论光就不好。我某种意义上，你不要以为我讲那么多科学啊，我觉得科学带来很多可怕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个反科学主义者。就像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说过一句名言：没有价值观的科学是可怕的。说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反动的科学》。那么科学现在干嘛？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就说我打太极是吧？跟你讲道理是吧？你把枪拿出来，把脑子不能崩了，这个枪就是科学。有什么好讲？是搞得我们也是造枪的，你造枪我也造枪啊！你他妈搞原子弹，我也搞原子弹呢、啊？有什么好讲的？我就能打过来把你干掉了，你什么文化狗屁文化的？这科学？所以我有时候我挺怀念传统社会的，因为今天没事干嘛呢？知道你很厉害，你一身本事，他妈的什么什么什么叶问，什么什么咏春拳，乱七八糟的，把个枪也拿出来。你拿枪，我拿长枪；你要长枪，我拿冲锋枪；你要冲锋枪，我拿大炮；你要大炮，我拿原子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都是科学的结果。谢谢，那讲就讲通了。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讲座。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艺术史，不是单一只是西方的艺术史，然后东方也是有自己。对，就是流程，然后又提出抗议，他们不愿意，反而我们可能中国来的留学生就是会老老实实的把课都读完，毕业就好了。他们就会说，我们不愿意学这个这么单一的艺术史，然后可能里面就有一页讲日本的那个舞台，然后而且讲的还是很边缘的，然后就是说，好像其实这个同时间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不同的艺术运动，然后可是我们学的艺术。只是好像除了这以外，其他的都是边缘的，都是 primitive， 然后都是，然后您的这种他们的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还有您觉得怎么去，就是说跟可能说对艺术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或者说艺术学生，去跟他们讲，就是怎么样会比较合理。你在艺术院校是吧？艺术系是吧？对，第一个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第一个现实是这样的，包括中国在内，所有艺术史专业都认为研究古代艺术史是学术，研究当代艺术史是胡乱来的，所有研究当代都是有毛病的。你说古代研究古代艺术史是专业是吗？对，在中国艺术学院。所有学术的人都要研究古代艺术史或者传统艺术史，研究当代的都是瞎混的。现在这个传统很强大，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当然我这说明我也很浅薄了。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比如说我们研究唐代，研究这个朱景玄圣朝名画录，研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啊，研究这个黄附中名画录，黄秀甫的，他们当时写的就是现在的东西、啊，就我们今天写的，过了一千年以后，别人不知道我们当宝贝来研究吗？哎，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传统，认为传统学研究传统叫学术研究，当代不叫学术？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其实跟西方有关系，这个事实来源于教学制度、大学制度，所以大学制度。就是一种现代学术的生产机构，其实我们在训练一种生产工人，我们按照一种格式，就像我们传统，我们在中大也一样，都全是西方的，就是量化研究，是一种产业，这是细微观研究，数据研究，我们的论文有格式的，问题，研究范围，资料检索，这个案例，数据，结论。然后我们又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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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检测，而检测又在掌握在西方人手上，中国人花大量钱去很冤枉的在西方乱登这种文章，是吧？这个现实西方人也反抗，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哈耶克就反抗，哈耶克就一直反对经济学里面的量化研究，但是现在中大，以我们中大为例，70后80后的全是量化研究。我就有一次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说你们量化研究我可以理解，但我想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量化研究只是想证明一个西方理论，
他印进来干嘛呢？比如说新闻某某理论啊，这个如何如何精彩，然后我们通过数据证明它很精彩，有什么好研究的？你有没有本事告诉我，你通过你的数据告诉我这个西方理论不完备，做得不够好，我们是不是要新的理论？不行啊。更可怕的第二件事，我们的数据可能是假的，这个我不怕跟你说，我们这就我们中大我们学院里边，我都不好意思捅穿别人啊。那个研究报告出来，研究一个项目有多少多少数字，考察了50000个人，什么52000个人，这个试卷回收多少，我说还需要那么复杂吗？不填就完了。所有这个说我没办法改变这个问题。第三个，你就可能在西方学的话，就涉及到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这里面我建议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老教授，西方中心主义。Yeah, of course, 他们所有的西方学生都在 criticize about Eurocentric theories。对。他们不愿意学，全部都是西方中心，他们要学其他世界的。所以他们西方学生在反抗，他们说我们不愿意为了达到文凭就要学这个 art history。哦。我们不要学，我们反而是中国学生在那刻苦的学习，就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非常的 critical。哦。但这个可能，这个我就不讲第三个问题，但我想可能不太好解决。我首先是大学，我都是大学制度的一个生活者。我们整个制度，别看我们好像公开整天反美，以我们中山大学为例，我们极崇拜美国，我们教学制度整天抄美国的，各种评教授啊，评这个评那个，全都抄美国的。我们那些校长副校长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所以美国好可怜的，培养了一大堆反美主义者。美国人应该深刻检查一下，为什么自己会培养一大堆反美主义者。而且我觉得那个在当代要变成一个受人瞩目的艺术家，要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光环嘛。其实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可以说得更大胆一点，其实我认为真正当代的或者前沿的艺术一定是政治的艺术，一定政治的艺术 political art。 那你可以直接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推崇的艺术家，严格来讲，真的获得真正社会地位，真正有影响的，必须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就像我们为什么说艾薇薇那么出名，因为只有他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去碰这个问题。他也遵从了西方自我批评，强烈自我批评的那种。他后来又变成批评西方了吗？是。这是一种，就像我们说institutional critic 和那个。就是那个 institution 和那个艺术家是一种 SLM 的关系，就是那个艺术院校和艺术馆又想要自己看上去很先进，所以又邀请一些艺术家来做一些批评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我们很宽容。你说 SM 吧，觉得把问题说完了，整个当代文明社会有一种非常隐形的 SM 普遍存在，互相折磨。如果你勇于面对折磨，所以艺术家，我认为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教不出来，他真是天才。也就是说，你一定有一种内部动力，使你不得不去这样做。所以我就不主张我的儿子学艺术，除非我不主张你学艺术，你还想学，我瞬间你才支持学。我从来不鼓励人学艺术。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走这个路？你必须有一个内部跟动力，你有内部动力，你一定会成。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内部动力，我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就像我现在做这些研究，是我有没有那种动力？我不是纯粹的一个教学需要，我是有动力在研究这些问题。对，我自己。我就想起前两天看了，就很早以前出来的吴冠中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他就写这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该是从艺术院校里培养出来的。第二个就好像我记住的几点哈，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很穷。他一定要经受磨难、责难，然后他才能够从内心这种爆发出这种爱，对艺术的爱，就是说他就死也要去搞艺术，然后他这样才可以成才嘛，是这样。第一点和最后一点我同意。中间我不太同意，就是艺术家一定要很贫穷，一定要过教化子的生活，这个我不太同意。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就像。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我们去研究他。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他真的有某种发自内部的个人动力，这点你是不能否认的。而我们的整个艺术教育是职业教育，
培养了很多艺术工作人员，他们好像可以画画，可以做设计，但是以中国为例，留在美术学院做老师的都是学习成绩很好的，留在美术学院以后大概有三分之二是从来不会再搞艺术，然后他们一辈子过得很幸福，我的同学过得比我幸福多，因为他们就靠年轻时候学画画那个经验可以教一辈子，教画画太容易了，你真是太容易哄人了，我觉得谢谢啊，谢谢。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这个讨论很好啊，是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提出来这个。那我以陈龙斯问个问题。好。因为我真的是对艺术完全都不懂，但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一直说，像抽象艺术根植于西方的这种几何学，包括像数学的这种逻辑，那我想它从这种，它把这些表象的东西剥离了以后，它呈现出这样很。怎么说本质的一些东西，那会不会更容易跨越文化，跨越东方西方的这种区别，相对具象的视觉艺术来说。好像最后一个结论有一点点问题，可能也不一定容易跨越。那为什么呢？在中国从事抽象艺术，在中国从事抽象艺术的艺术家都有强大的西方艺术史的艺术的背景。我不能相信一个普通人去搞抽象艺术。那您还没有之前说过，就是如果是小孩的涂鸦和这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其实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小孩涂鸦自古就有。两岁到三岁的儿童画的画其实很一样的，心理学家已经做了证明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抽象化之后，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康定斯基的同事克利，我们才开始定义儿童画。然后我们发现儿童画很天真，这是我们的定义。其实儿童画是不存在的。2000年前一个两岁儿童画的画和今天一个两岁儿童画它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的。全世界我发现都差不多的，年龄越小越一样。但是我们认为儿童画天真，儿童画浪漫，儿童画很精彩，那是因为现代主义艺术运动，那是属于20世纪出现的这些马蒂斯啊、柯利啊这些画家，他们重新回头看儿童画，就发现儿童画是对他们的传统写实艺术的一种最好否定，于是儿童画就成为一个种类，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儿童画的概念。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好像没完全清楚。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抽象化能够打通中西方的隔阂，可能不大，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寻找到抽象化的西方根源。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画抽象化，说坦率话，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广州做过一个广东30年抽象艺术的一个回顾展，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抽象作为一个问题，我就找不到中国画抽象画的画家的真正的问题。我唯一找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反抗其中一个极端的，就是画抽象画，一直到了画抽象画我不满足，我终于反抗到成功，因为我们都是在具象艺术教育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我们都是学来的。所以我说坦率，我内心对于中国现在的抽象画的确是有怀疑态度的。说其实像欧几里得所谓的公理是不容置疑的，其实也这也并不是普世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欧几里得几何学被19世纪数学给质疑了，它已经发展出非欧几何，而且也是基于不同文化，它其实也是有不同解读方式，就像是但是没办法，现代科学统治全世界。现在科学统治全世界，于是我们就有物理学，但我们不能说有中国的物理学和西方的物理学，我们不能这样说。就像今天医学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中医这一次疫情来中医获得全胜，我觉得很好奇，我一直认为只有医学，或者我们叫要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西方也不见得都好啊。西方在16世纪他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放血疗法，有时候病了先放血把血放出来，到了17世纪好像就是不断的排泄吃泻药，你去看那个妇科那个什么什么，我封建有文明，
你看看西方医学史，他们现代医学也是在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且现代医学也不解决所有问题，人的身体的很多秘密没有解决，只要有未知领域存在，神秘主义就一定有市场。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像你觉得中国的抽象艺术可能跟西方的，你觉得就中国没有办法去真的去谈论这个抽象艺术，可能是因为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就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整个就是因为东西方还是文化有区别，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画不出这些东西来，有没有可能？不，正确来讲，我们至少包括我在内，在很长时间受到一种暗示，或者说这种教育，就我们要超过西方。就像那个八五时期，我们著名的评论家，我的老朋友彭德，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在短短几年跑完西方现代主义跑过的道路，然后跟他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然后这个时候才来看是驴是马，拿出来溜溜。这本身就是个错误观念，就是我们还其实，因为我们还是深受西方为中心的这种影响，我们还是要你画抽象，我也画抽象。正确的，今天我认为正确的就是你必须根源于你的自己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强调中国问题，或者强调你的在地性经验，强调你的针对性，而不是强调抽象或者不抽象。我认为这个才是更重要。我们以前都是这样教育过的，包括我在内，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教育过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些，其实也在清理历史。清理历史以后，我觉得，所以我还是很佩服，比如说艾薇薇。那你觉得新的抽象化是就是一个艺术史发展的艺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自己的一个不管是变异还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还是你觉得因为前一段很早以前就有一种说法说，当现代的这个抽象化是好像是像美国这些国家主导的，就是相当于这对黄河清的观点，对所有当代艺术的美国艺术。美国艺术的背后，是中央情报局在主导。对，那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第一个，要小心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哦。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强调，叫做宵小的起因，重大的结果。历史总是有各种偶然性组成的。我们不要太相信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相信历史目的论。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阴谋艺术。的确，后来文件披露出来，美国在60年代中央情报局是制定过一个计划，就是说要推动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来作为一个冷战的武器，去打击苏联的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艺术。的确有这个事实，有这个根据。有这个事实的根据，而且，但是如果把一个20世纪二战以后的整个艺术作家的一种看法，至少这种看法太片面。我不相信中央情报局能够左右美国那些疯狂的艺术家，比如说波洛克觉得自己没创造性了，喝醉酒了，开车带着金发女郎自杀去了，撞死了。罗森科最后留下了24个黑色的画面，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自杀了，凭什么中央情报局能够收买这些人呢？我是想不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创造一种社会氛围。社会状况也应该没到这个力量。的确，我们知道迪士尼是本身是跟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可能是个内部雇员啊什么有密切关系。卓别林是非常愤怒的离开美国，跑到欧洲定居，就是因为他感觉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某种监控。的确有这样的，但我还是觉得，描述这些事实的时候不能夸大，尤其不能把整个当代艺术看成是美国艺术，好像美国人在搞阴谋。特朗普像每天挨骂的，美国没那么厉害，我们都是国家主义养大的，我们都认为国家很强大，国家能够主宰一切，不是的。不一定是这种阴谋论，就是他可能用一个国家的机械。对，所以我认为说，第一个，我认为这是事实；第二个，我不认为不能够把当代艺术看成是美国艺术；第三个，我不认为中央情报局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左右这几十年或者半个世纪的整个艺术发展。当然，我不否认国家在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我不否认这一点。包括今天中国在内，包括美国在内，国家都产生很大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黄河清的观点为什么我不能承认，就是因为夸大其词。谢谢大家，谢谢，我都回答很好，谢谢大家。